懂我不是，我哭哭哭哭一声赶考的
娘我要再破飞谢谢，谢谢河北梆子名家刘文静带给我们的《窦娥冤》。刘文静老师保持了他一贯的用情高手，就特别善于用情，他的情处理的就特别好，特别到位，并且是特别细致。还是那句话，就每一句每一个。